姚子琳·艾莱恩原来有个索报戏妹，她的妹妹叫饶慧珊·桑迪，桑迪现时在 N 为担任新闻主播，主力报道财经新闻，不少网友都客爆她，不时卡普她的图放上网讨论。桑迪作风低调，甚少讲家事，所以大多数人不知道她姐姐便是 TVB 小花姚子琳。到近日桑迪被起底，网民才惊觉艾莱恩有个主播妹妹，大两姊妹都尽得台妹所抱基因。而为什么两人姓氏不同？其实艾莱恩原名其实叫饶慧琳，入行后遇到前 TVB 监制钱国伟，对方才为她改艺名为姚子琳。而今日艾莱恩出席化妆品活动，讲到妹妹被起底，艾莱恩笑言：“讲到我妹妹呀，不知大家点样发现到，希望大家手下留情。”比较怕丑弟，大家不投身材好过我，戏乐女好专业成熟。会否姊妹当街瞧不？艾莱恩笑言，好似汤洛文同花妹妹，有都可以，但都对于做艺人的方面无戏好有兴趣，始终无戏艺人。B 加街上有人认出，都话怕丑，有地无冠。点。